再等下去会感冒的。你等我一下。哎，雨这么大。不好意思啊。原来那一次就是高音，这一刻我才明白，他早就打下了那句我喜欢你。我以为我自己偷来了更多的时间，可是一年两年三年又有什么用呢？我现在对他每一步的靠近都是在给他希望，给他提前说出那句我喜欢你的契机。我越不想让他失望，我们的结局就越没有改变的可能。我现在能做的，是不是只能离他远一点？